老板，来碗羊汤。这要不多少钱的小伙子？来个30的。30的是吧？对。啊，我一看你这气质啊，特别适合来一个这个。这是啥？啊，羊蛋。好吧，给你来一个。那不得来俩？不是，我一看你的面相一个就行，这样比较对称。俩才对称嘛。你的面相上一个就行。啊，来吧，这给你对称一个腰子。这不偏衬了？不，你放心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干了6-7年了，有经验。这个羊腩肉，怎么样？这羊肉看着不错，可以吧？好用，就是一定要来这个五花的这个腹部肉，这才是最好的。啊，31块钱，算你30。羊血免费，要不要？要，免费的羊血来一下。免费的还有不要的？你多加。多加是吧？这块我都要。可以，没问题，不够还可以加啊。我们大饼也免费，汤也免费啊。那不能浪费，不能浪费。再给你送上一点小羊杂。好啊，就这么大气。谢谢老板。这是啥操作啊？羊血是凉的、啊，羊肉是热的，所以说一定要烫一烫，把它的热度啊给它烫上来。我们这一锅里边煮了10几头羊。你这生意可以。哎，你看吧，就这么人山人海，就是这样。来，好，羊肉出锅。来上一把葱花香菜，来羊汤，大饼吃不吃？吃。哎，老板，你这汤为啥是清的？正八俩拿羊肉煮出来的汤没有是白色的，我们从来不用科技和狠活，放心就好。良心老板，大饼能吃几碗吃几碗啊，放开度量吃就行。好嘞，上桌。